十九斤龙虾的剪刀手是这样的，也没多大哈。我先挖半斤肉吧，多了挖不出来。还得配上麻辣神秘小酱料，走一走。哎，龙虾我只吃澳洲的，而且必须这么大个，不满肉还不行。馒头我只喜欢这个造型。捏出来的小龙虾，不是麻花的，我不吃。看看有没有货。我只吃澳洲的，而且必须是俩俩的吃。因为啥呀？舒服吗？哎呦我去，全是籽。赵龙上火，牙刺挠。啊，哎，有劲儿。